第一集，危机降临。蛮力宇宙有许许多多的生命体存在着，这是光环系，是森波罗星球、喵咪多星球和施图罗星球所在的星系。三个星球原本同样美丽，森布罗星球注重环保和科学，喵咪多星球专注于原理，而施图罗星球充满了强大的力量。人心的恶念是世间一切苦难的源头，而天堂和地狱不过是一念之差。心存善念，处处是乐土；心存恶意，则处处变成苦海。喵咪多星的国师潘百达正是利用人心的贪念，大肆推广爱原能，让人们沉沦在欲望中无法自拔，进而将整个国家的大权揽入怀中。女王陛下，国师潘百达违规修炼暗元能，还指示下属大肆掠夺能源。目前星球的环境已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国师，你不是说暗元能已经禁止，水晶矿的开采也停止了吗？女王，这是诬陷。女王陛下，我这里有证据。